其实就是蛮兴奋，但其实又蛮紧张的，对，因为其实不知道剪出来是什么样子，对，那当然就是希望自己的表现能够就是很好这样子。要不要趁势就先下一个生日愿望讲一下，大家是希望生日愿望，当然就是首先希望大家能够在就是在广播中他把我的愿望拿走了。愿望呢就是希望这一部片有一种喜欢的票房，能够有出有个好成绩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当然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刚才江哥有开玩笑说那个九成的那个票房是必须进要卡，压力会很大吗？不会，我觉得这是一种祝福啊。我觉得有我在或者是有被大家看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就希望真的有我们的电影有好的成绩。对，那你没有找很多好朋友来包场帮忙票房？好朋友吗？譬如你没有朋友？譬如哦，当兵的学长们会捧场。对对，会捧场。对，那玉玺呢，自己的朋友有没有想好要包场？是，就是包场目前是还没有听到，但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就是很关注说这部片什么时候会上，他们要找好朋友一起去看的，对，都会去支持。那要不要再跟那个粉丝推，就是一定有什么看点，导演要不要跟粉丝推荐一下，进去需要让粉丝看完可以获得什么？获得什么？其实你们真的可以看一下这两大男主角，他们在很用心的我拍的一场吵架的戏，然后在里面，我先不破梗，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他们是多么努力的去营造那个氛围，然后你们会发现说他们真的不只是偶像，然后是实力派的演员。对，这是我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然后还有像宝弟跟雨儿，他们都有跳舞，在舞台上面认真的歌舞的演出，然后那一整段我觉得也是很精彩的，也是可以让大家有所感触的。我觉得自己去感受吧，这部片真的有很多又哭又笑的点，对，大家应该会喜欢。又在美国念过书，今天看到新闻，他是林姐的小孩，在美国高中，就是他是开玩笑说他要就是来抬墙，然后就被警察拦截，看到这个新闻很开心。我其实不知道有这个新闻，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跟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玩笑话可能要有时候要小心一点，对啊，那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回应。对，美国其实很严重的事，因为刚好我又问了我先生这件事，那因为前几天全美才一起游行，就是说要抵制那个枪支的管制，然后因为在美国其实他们非常重视，像你说出去的话，然后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我国情不一样，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严重，但在美国可能有点难。在交手，因为现在美国比较大。其实我不太避讳所有的新闻，对，就是他会问我，我就回答他，那我跟他讲说，其实这是不好的，就是这是内效法。那我是觉得说，不要一直把小孩当小孩，因为他们有一天必须要长大。那叫他们看到，你就刚好试试这个机会，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对或者错，我觉得蛮重要的。那婷姐跟婷姐之前有合作过，那有没有失去他，就是离开是没什么。其实我可以体会父母亲的心情嘛，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那在美国又人生地不熟的，就他们会有很大的焦虑，但是遇到就只能够面对。那但是我觉得也借由这件事情，可以告诉很多我们在台湾要过去美国念书的孩子们，在美国很多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不是说像在台湾开个玩笑，我们觉得没事就算了，那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保护，特别在校园。所以请大家如果会念书的时候，我们讲话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有关攻击这一件事，这样子的事情的用词一定要很小心。那回到那个他，我们先说来点电影好不好？谢谢大家。就是特别被提醒，爸爸有事情说，他在讲别的。这方面其实反而还好，比较就是希望我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啊，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台湾的治安这么的好这样子，所以就是提醒我晚上不要
乱跑啊，大概是这样。那那个电影里面的花絮出来啊，就是一幕要那个亲吻的部分啊，玉玺的表演出再一次类似，然后玉玺就变了，所以就那种黑也是从接吻的地方，是很期待那个电影的吻戏。哎，亲的部分是跟小美那个吗？对，排剧的那个。对，排剧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很喜欢跟女生多一点接触的。对，他，但是他其实是开玩笑的。对，他是开玩笑。对，他就是想要让大家觉得，哎，他很好笑，他很有趣这样，所以也没有，就是也不是真的期待啦。对啊，毕竟都挡住了，什么好期待？对，又不是真的期待。手指头是挡住的，那没有透露出一点真心。哎，好像没有，好像还好，好像还好。对啊，因为毕竟后来还是真的有亲嘛，所以也还好。导演，那个1990年的爱情跟现在2018年的年轻人的爱情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看到你这部片，在今天青年节，很多人下个礼拜是清明假期哦，连续哦，你对这个学生进场有没有多少的信心？我对学生进场会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女儿18岁嘛，就是她所有的同学其实都在反馈说，他们有注意到这部电影，然后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是现在在考试，他们一考完就会马上进戏院支持我们，所以我反而对于这方面是有信心的。而且我觉得1990年的爱情其实比较暧昧跟没有那么明确，然后也可以教导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我们释放爱的时候，多替对方想一下，或许那个未来的答案不一样。看这部片也是 OK 的，可以回春，可以回春。我觉得校园片应该多鼓励像我们这种有家庭的那个的爸爸妈妈进来看，因为你真的会想到你以前的那种青涩的感觉，就那种回春的效果很好。谢谢刘姐，谢谢。所以玉玺的必推荐爸爸妈妈也要看。爸爸妈妈应该是一定会看吧？嗯，对啊，毕竟想办法让妈妈看，爸爸看。还要在旁边帮他翻译。对，我妈有可能困难，那我在旁边翻译给她听。对，我一定会让她看。应该问一下扫地，就是这次就是那个有关那个林阿姨的，就是的事情。那你们年纪差不多，会不会觉得说这事情可能特别要注意一下？我觉得，要正面吧，就是我喜欢散发一点比较正面的能量。那我觉得保持单纯、善良的心，我觉得就够了。那就是一样都星二代，会不会就比较压力比较大这样？不会不会，我们都是很热衷于我们的表演，对我们大家都是，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是什么光环或者星二代，好，我们就在表演。谢谢谢谢。谢谢